这一年，我们的工程经历了水库水位上升与消落的完整年度考验，工程及库渠一切正常。目前，大坝、地场等水工建筑物各项监测指标正常，优于设计要求。泄洪设施经历了泄洪检验，质量优良。全部十二台机组运行稳定可靠，实现了精品工程目标。